好，谢谢。那个，你要不要先装那个茶汁？对啊，而且这都是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袋子是这样的，对，那个啊，所以你这个是好的，还是啥子这个？谢谢。然后这一根只要其他人再看一看应该就可以。可以的，那个很好。所以这个是全部都是容易吃饱饭的，因为你烧猪啊要泡的。